工。身后一咁雄伟嘅一踢子系罗浮宫啦，罗浮宫定罗浮宫啊？浮宫，终于确定咗啦，问咗个 editor。咁呢个地方咧系好多游客啦。今日咁早咧就会比较少啲亚洲人，全部人就系比较多路外啊。嚟到巴黎，梗要嚟呢个罗浮宫打卡啦。我听嗰啲大陆朋友讲，罗浮宫、巴黎铁塔同埋凯旋门依三个三地标一定要嚟打卡嘅。呢个地标点解咁出名，咁多人排队呢？其实除咗系地标俾人影相之外咧，其实系一个博物馆嚟嘅。博物馆收藏啲咩特别嘅啫？最重要佢哋咁多人排队咧，系想睇蒙娜丽莎嘅真迹。蒙娜丽莎嘅真迹嘛，出边好多蒙娜丽莎噶嘛，终于行晒罗浮宫啦，唔系行晒，今次冇入去，就系喺出边打下卡，影下相，咁就系到此一游啦。旅行就系咁噶啦。